大家好，这节课开始呢，我们来学习一下阿贾克斯。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打开课件。这节课呢，我们需要的内容呢，包含这6个方面：阿贾克斯的介绍优点、创建对象、请求服务器和获取服务器的数据，还有咱们会创建一个类，简化阿贾克斯的使用。然后最后呢，咱们会写2个实例，一个是唯一校验和一个无刷新页面。大概呢，咱们需要几集的录制。 首先呢，在学习阿贾克斯之前，我们必须要掌握 JavaScript 和 DOM 的基础。如果你现在对 JavaScript 和 DOM 没有掌握，那么请你先去看一些关于 JavaScript 和HTML DOM 的知识，然后呢，你再来学习阿贾克斯技术。因为我们知道阿贾克斯是这4个单词的缩写：异步传输的 JavaScript and HTML 是这样的缩写，因为它是其实一种多种技术的一个综合。阿贾克斯包括了 JavaScript、HTML、还有 CSS、DOM、HTML 以及 XSLT 等等。那我们这里边呢和原来技术一样，它不是什么新技术，还是使用我们在做程序的时候，还是使用 HTML 和 CSS 做标准化的一个呈现。 然后使用 DOM 呢去实现动态显示和交互，使用 HTML 和 XSLT 呢进行数据交换与处理。那最终呢，我们阿贾克斯其实要创建的就是 JavaScript 中的一个对象，叫做这个 XMLHttpRequest 这个对象进行异步传输数据的读取。那么阿贾克斯引擎其实就是这个对象。 在阿贾克斯提出之前呢，那业界对这些阿贾克斯呢，比如说 JavaScript、DOM 还有 CSS、HTML 呢，都是独立使用的，没有综合使用，也是由于之前的技术呢需求所决定的。那随着广泛的应用，阿贾克斯呢，慢慢的现在成熟起来，它已经被应用好多年了。那我们在学习阿贾克斯之前，知道了你学习阿贾之前必须先有什么基础？ 才能够去应用这个对象。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阿贾克斯。在传统的 Web 应用采取的都是同步的交互方式。那这种情况下呢，一般的用户首先是向 HTTP 服务器，也就 Web 服务器触发一个行为或者是请求的一个请求。那么反过来呢，服务器呢执行某些任务，再向发出请求的用户呢返回一个 HTML 页面。 是一种不连贯的用户体验。服务器在处理请求的时候呢，用户多数的时间处于等待的状态。那屏幕内容呢，通常也是一个空白。比如说，我给你画一个图，你就了解了。假如说我这个是服务器，这个呢是客户端。那这里边我标上，这是 Web 服务器。 这块我标上是 Web 客户端，假如说客户端浏览器吧，客户端浏览器，然后这块假如说有一个时间轴，按时间的，比如说用户，我们看看用户状态，用户呢首先呢当然是打开浏览器了，对吧？然后呢他需要访问页面，所以呢他需要请求页面。 当然，页面在服务器中。那在请求的这个过程，它需要花费一点时间，比如说做域名转换呢，对吧？网络传输啊，请求数据传给服务器啊，需要一些时间。然后服务器在这端执行，比如说连接数据库、查询，把数据查到 PHP 里边，然后呢，把数据返回。看一下，返回数据输出的过程。假如服务器在美国呢，浏览器在中国呢，那么在传给服务器数据的时候需要一段时间，服务器执行需要一段时间，数据再传回来再需要一段时间，然后用户才能看到页面。那这段时间在干嘛？那就是空白，也就是白屏。如果用户需要页面中的某一个字节的更新，那当然更多字节的更新都需要了。需要干嘛？页面中有一点点需要更新的东西，假如服务器有变化需要更新，都需要重新请求服务器，重新再请求服务器。那比如说我点刷新，其实点刷新的过程就是重新请求服务器的过程，然后服务器再执行，重新执行一遍，再把有更新的数据重新发回来。那你刷新的时候，这会儿用户也是在等待。就举个例子，这就是同步的传输模式。比如说我现在用红线来标注一下，假如说我正在工作呢，那我现在需要买一本书，那我现在手头的工作我就得停下来，然后呢我坐车，假如说到图书大厦，那么路上花费一些时间，到图书大厦呢我不能拿一本书就回去，我在这里边找到卖计算机方面的图书，然后找到选中我买的图书，然后再坐车回来，然后才能拿这本书继续做我的工作。那这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呢就是在空闲，因为我都时间都花在路上了和在服务器端在书店选书的过程。那假如说我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到服务器端去做的，那我也是路上的一段时间，然后呢到服务器端执行一段时间再回过来。所以你就想你的买书的过程，你需要图书馆和你本地工作两者呢是一个同步的一个过程，这就叫同步的传输。看一下，是一种不连贯的用户体验。服务器处于请求的时候，执行的时候，那么用户多数的时间都是处于等待的状态，那屏幕内容呢也是一片空白。这就是同步的传输。那为什么要使用阿贾克斯？那与传统的外部应用不同了，阿贾克斯采用的是异步传输的模式。那为什么用阿贾克斯这块？因为阿贾克斯采用的是异步，看好，是一种异步交互过程。也叫阿贾克斯在用户与服务器之间呢引入了一个中间的媒介，从而取消网络交互过程中的处于那种处理啊、等待啊等的缺点。比如说你看一下，我还用一个图来画，我新建一个，还是刚才那过程，这是服务器，这是客户端，然后中间呢还是有一个时间轴，还是有一个时间轴，这是服务器端，这是客户端。这个时候呢我就找在客户端我找一个人帮忙，那找谁呢？就找阿贾克斯引擎，这个就是阿贾克斯引擎。看好了，这个就是阿贾克斯引擎，它也是客户端创建的一个对象。那是什么对象啊？那就是 JavaScript 对象 JS 对象，就是 JS 对象。你看一下，因为在浏览器端建立的，所以浏览器端能建立的程序也就是 JavaScript 程序嘛。然后呢比如说还是刚才的过程，我正在工作呢，我需要买一本书，那现在我自己不去买了，阿贾克斯引擎 JavaScript 这个对象就是我的助手，我告诉我的助手说你到哪儿去买什么书，就相当于告诉阿贾克斯你请求的服务器的地址，然后和传过去的参数，然后阿贾克斯这个对象他就帮我，比如说他坐车去到服务器，然后按照我的需求选了一本书，然后买回来在这个对象中。那我既然有一个帮忙的人了，那我这块就可以怎么的继续执行我的代码了，我的工作了，不变了。我再需要其他的数据，我还是把数据交给阿贾克斯，然后他去帮我去取。你只要告诉他到哪去取，取什么书，或者是干什么活，他就知道了，再取回来。取回来的数据呢还在阿贾克斯里边，他会通知你我拿回来了，然后交给你，然后你拿到这本书之后你怎么处理都可以了。所以现在就是客户端我该工作我的，服务器端的该工作服务器端的，中间阿贾克斯就是这个，它是就是建立了与服务器和用户之间的一个中间的媒介，那它就能消除了网络交互中这个用户等待的这一个缺点，因为它不需要等待了，已经找到帮忙的人了。阿贾克斯呢就是用JavaScript编写的，通常呢它都是隐藏在一个框架中，那负责编译用户界面与服务器之间的一个交互。你看，另外呢，阿贾克斯是前台的技术，阿贾克斯引擎允许用户呢，在用户呢应用软件之间的交互过程中异步进行，就是我做我的，服务器做服务器的，就实现了一个异步的一个传输或者一个交互，那独立于呢用户与网络之间的一个交流。另外呢，服务器端接收阿贾克斯请求的数据呢，它跟语言也没关，你不管是 PHP 程序服务器端，还是 JSP 程序，还是 ASP 程序，那么都可以作为服务器端，因为阿贾克斯是前台的技术。啊，这块儿是前台的技术，要清楚这一点。那么它的优点就不用说了，我们既然知道阿贾克斯异步传输，我们看的优点之前，我们需要做什么，都哪些方面需要用到阿贾克斯来完成。比如说局部刷新，通常有两点都得使用阿贾克斯，第一点第二点，比如说按需取数据，通常的这两点用到阿贾克斯居多。局部刷新，比如说一个网页中只有某一个栏目的数据需要实时更新，如果你不用阿贾克斯的话，网页中的某一个栏目更新你也要把整页都更新，这样的话就像咱同步画内图那种方式，那么页面会处于白屏，然后全部数据在服务器端都得执行一遍。也就是假如说我举个例子，那localhost.cms， 假如说我这个页面，等一下加载完这个页面，比如说我就想让这个 lamp 这个栏目更新，那我现在要做的，如果数据有变化，服务器后台又添加文章了，我想在这里边更新，那我只有刷新一下网页。当然我在本集了访问速度很快，你没看到那个等待的时间，如果是远程的话肯定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看到页面，而这刷新过程呢是整个页面全部重新请求，不光是单独的这个 lamp 栏目需要更新了，整个页面的所有数据都需要我刷新至整页请求，那服务器端要把所有的数据每一部分的数据都重新获取了一遍给我们发送过来，那么才是更新。如果我们用阿贾克斯技术，就这一个栏目需要更新，假如说我这块有一个按钮一点更新，那么只让这一个地方去请求服务器让它刷新，这样的话服务器的负担也减轻了，其他地方不用变也不用去获取了，只获取这一部分，对吧？然后呢就这一地方刷新，那用户也不用再等待了，这就可以用阿贾克斯来实现，不然的话整站都得更新。所以呢我们使用阿贾克斯，它就能减轻服务器的负担，因为它的原则就是按需取数据，用什么数据取什么数据，就我刚才说了，这一个栏目我只需要这栏目更新，只用这栏目的数据，所以呢服务器就只取这栏目的数据，别的数据已经在客户端它不用再取了，所以会减轻服务器的负担。而且呢它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冗余的请求和响应服务器造成的一些负担。另外呢，我刚才假如说一点这个更新，只更新这一个栏目的话，那减少了用户心理的等待时间，其实实际的等待时间也减少了，因为只刷新这一个地方，请求的数据少，所以呢实际的等待时间也少了。那特别的是，当要读取大量的数据的时候，那就不像刷新那样出现白屏的情况。也就是阿杰克斯使用的是阿杰克斯引擎，那么通过这个引擎单独向服务器发送一个单独的请求。那在不重新加载整个页面的情况下，再用JavaScript和DOM的操作，那最终呢就能更新一个局部。所以呢，在读取数据的过程中呢，用户面对的不是白屏，是原来的页面的内容。那也可以加一个等待，提醒用户知道处于这个数据传输中。那只有当数据接收完毕之后，才更新响应的部分内容。那这种更新呢是瞬间的，比如说我一点刷新，并不是这块一直处于等待请求服务器，等数据我一点更新，它到服务器取，哪怕它取很长时间，当什么时候取过来，我什么时候让它自动更新这块，那用户呢几乎感觉不到，因为这个更新是瞬间的，所以呢能带来更好的一个用户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把以前的一些服务器的负担的工作都转嫁到客户端，那利用客户端的闲置的能力来处理服务器，减少服务器和带宽的一些负担，节约空间和宽带的一些租用成本。当然也可以调用一些外部数据。那基于标准化呢并广泛支持的一些技术呢，那也不需要下载插件或者小程序，因为我们浏览器呢都是支持的。再比如说看这样，我现在没有上去网，我现在连接一下网络。我开一下无线，好，我们再打开一下浏览器。好，已经获取到了，无线连接已经连上了。那么我们现在，你看，假如说我现在上一下网易，我们找一下阿杰克斯的应用的地方。你看，加载完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像网易里边这个地方都是选项卡，你看到处都有选项卡，到处都有选项卡，你可以看到。那么如果我把选项卡都展开的话，那网易的页面有可能是现在页面的最少是4倍的屏幕的大小。而它如果用选项卡呢，那么现在只需要服务器发送当前这第一个卡片这一屏的代码。现在它就是用阿杰克斯技术做的，鼠标我一放上去，那这里边的数据是现从服务器发送过来的，所以呢就可以把一些负担转嫁到客户端了。那现在咱们就利用客户端的闲置的能力来处理，那就减少了服务器的负担。所以呢，我鼠标一放上去，就能把数据看一下，就能把数据重新取回去。那用户呢，看哪个栏目，他只要把鼠标一放到这儿，数据就已经可以从服务器取过来了。所以现用现取的，这就是一个按需取数据。不然的话，他得在服务器取，如果不用选项卡的话，他可以将4倍的数据发送到页面。而现在只发送1/4的数据过来，然后其他的数据想用，我们一放鼠标一放上去就可以取过来了。那这就是阿杰克斯的一个应用，你看一下，这就是阿杰克斯的一个应用。那我们要想学阿杰克斯呢，首先你要知道阿杰克斯的一个应用。所以呢，我们要想使用阿杰克斯的话，阿杰克斯呢虽然呢可以实现无刷新更新页面的内容，但是呢也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用，主要用在交互较多、频繁读取数据，还有数据分类良好的一个外部应用中。那当然了，它也有缺点，有缺点吗？也有缺点，比如说阿杰克斯大量使用 JavaScript 和阿杰克斯引擎，而这呢取决于浏览器的支持。所以呢，在 IE5 以上，比如说还有非 IE 的，像 Mozilla Netspace 或者是 Opera 等等这些浏览器呢，虽然也支持阿杰克斯，但是提供创建阿杰克斯对象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使用阿杰克斯的程序必须测试针对各个浏览器的兼容性。这也就是咱们要创建阿杰克斯对象的一个不同的方式，比较麻烦的地方。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创建这个对象不理解。那正常咱都知道，创建阿杰克斯，创建一个 JavaScript 对象只需要一条语句，但是我们这个呢，大概得需要十几条语句。这是创建对象比较麻烦，但是呢，代码是固定的，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看作是设备，不看作是编程就可以了。你任何语言里边都可以把这个创建阿杰克斯对象看成是一个固定的。另外呢，它的缺点是什么？阿杰克斯更新页面内容呢？更新的时候呢，并没有刷新整个页面，因此呢，页面的后退功能是失效的，也就是你这个局部刷新你是不能后退的。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解决，我们可以把访问过的数据缓存一下，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做后退了。那么还有一些，它对一些流媒体呢没法好好支持，比如说对 Flash 啊，还有Java 里边的 Applet 呢，支持的呢不太好。另外呢，有一些嵌入式的设备，比如说手机啊 PDA 啊，现在呢还不能很好的支持阿杰克斯，所以呢使用阿杰克斯要均衡一下，但是它的好处肯定要多于什么它的缺点。所以呢，我们现在你在你的项目里边现在基本上都离不开阿杰克斯了，所以阿杰克斯呢也是我们学习中外部开发中必会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看一下阿杰克斯都在哪些地方应用，比如说在咱们自己做的项目里边就应用到了阿杰克斯啊，比如说，刚才呢我也给你举了一个显卡的例子，网易上那个显卡例子就用到的是阿杰克斯。那比如说咱们这里边的注册，你看一下，我现在用户名注册的时候，一个网站的用户名是不能重名字，这个大家都清楚。那既然不能重名，如果我不用阿杰克斯技术的话，我得将表单都填完，然后点注册，把数据都得交给服务器，然后服务器才根据你提交的用户名到数据库里去查找有没有这个用户名，如果有的话会提示你已经存在，然后再返回来。那你想象一下，如果这表单很短，如果这表单很长的话，那用户需要填写的数据必很多，那交给服务器了，服务器一看处理不了又返回来了，那我这里边填写的数据也都白填写了，它都会变没有了。而且呢，传输点提交的时候呢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那用户也比较麻烦。能不能我们就用阿杰克斯将用户名传给服务器？因为要想用户名判断用户名存不存在，必须得把用户名交给服务器，因为用户名都在服务器的数据库中存着，你不交给服务器的话，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用户名已经存在了呢？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阿杰克斯。假如说我输入一个 admin 用户名，我只要鼠标一离开，就是这个焦点，现在焦点一离开，就把 admin 这个字符串发送给服务器，然后在服务器到数据库按照这个用户名的条件去查找，如果找到了，就会告诉我该用户已经存在。看到没有？那你看这个过程，整个页面不是刷新的，并不是整个表单都提交的，只把 admin 这几个字符串交给服务器了。所以这就是按需取数据的一种应用。那如果我输入 admin 123，你看该用户可以使用。我刚才焦点一离开，它其实你看 admin 这个也可以使用，这个就已经存在了。看一下，只要焦点一离开，利用阿杰克斯的引擎就将这个，比如说用它将这个用户名已经发给服务器了，服务器到数据库已经查询了，然后返回来该用户已经存在，然后让你客户端知道。所以呢，我页面并没有执行刷新。那不光是这里，你看这块验证码也得需要在服务器端存着一个码，然后给客户端显示一个码。那用户在客户端得到之后，输入之后得跟服务器匹配，相同了才让你通过。那如果我这里边随便写的几个，你看我如果不用阿杰克斯验证的话，我也不知道对错。假如说这里边 S 我看成是5了，数字阿拉伯数字5，我这边输入错了，比如输入的是7bk5，我以为这个 s 是5，对吧？然后我一注册，那么也是到服务器端都执行完了之后再给我们返回来的，也很麻烦。但是如果我直接能在前端直接验证提示错误就知道了，然后修改一下，你看就可以了。所以这块也用阿贾克斯实现了那种不刷新的提交服务器。这是微信校验和验证码这块咱们用到了阿贾克斯。那后台的地方咱有很多也用到了阿贾克斯。比如说添加栏目，你看一下，我现在一点击弹出一个，这不是窗口，这只是一个 div。 我这个呢就是用阿贾克斯做的。那如果不用阿贾克斯的话，你肯定会认为我现在一点击的，比如说把页面一刷新，一点击添加栏目，刚才呢已经取出来了，然后隐藏上，一点击的时候让它在前台显示，不是这样的。那样的话要不用它的话，它也输出过来了。而我现在做的技术点，我给你说一下，是我鼠标一点的时候，我动态创建了一个 div 标签，然后让这个 div 标签再去单独的请求服务器，将服务器的内容拿过来。包括我这个分页也是用阿贾克斯分页做的，比如说我下一步，下一页，再下一页，或者首页，你可以看一下，这都是从服务器端。你看我在点下一页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或者点上一页的时候，你看我后边的页面刷新了吗？根本没有刷新。所以我每点下一页都是按需取数据，就把下一页数据单独的取出来放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了。这也是阿贾克斯的运用，如果不用阿贾克斯我们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对吧？这就是阿贾克斯的应用。采用异步双失，它绝不刷新，按需取数据。所以呢，你必须得知道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页面中的部分数据更新，或者部分数据刷新，或者需要只从服务器取部分数据，这些时候你就知道得用阿贾克斯技术帮我们实现。那好，既然我们知道都什么东西用阿贾克斯实现，阿贾克斯是什么，在你知道这两个前提的条件下，我们再继续看怎么用阿贾克斯。咱前面说过了，阿贾克斯呢就是一个，按这个图来说，就是客户端找一个帮忙的一个对象，这个引擎。那这个对象名称呢，其实就刚才咱说的这个对象名称。就这个。那说创建一个 JavaScript 对象很容易啊，就像我们说创建日期对象 ，vrd 等于 new date， 因为这条语法各个浏览器都支持。而如果你直接这么new一个，假如说构造方法等于阿贾克斯对象等于 vrrequest， 比如说一个请求对象，看一下，这样的语句不一定所有浏览器都支持。所以呢，最麻烦的使用阿贾克斯就是一个创建阿贾克斯对象的过程，创建对象过程比较复杂一点，但是这些代码，创建对象的这些代码是固定的，是固定的，不用说你每次在创建阿贾克斯对象都独立写一遍。因为代码既然是任何项目里边创建对象代码都是固定的，你就不用去太深入研究了，你只要用到的时候一粘过来就可以了。那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将创建这个对象的 XMLHttpRequest 这个对象的过程写到一个函数中，后边呢我会给你定一个类，先展示咱们先这么用函数中。这样的话，你在做任何项目的时候，只要把这个函数你会应用，那你就直接可以创建阿贾克斯对象了。有了这个对象之后，咱们再借助这个对象向请求服务器和响应服务器的数据。所以呢，创建阿贾克斯对象是学习阿贾克斯的第一步。的第一步，你要先会创建这个对象。当然了，他说你就算不会也没关系，它代码是固定的，不需要变换，除非有新的浏览器出现，或者在原有的浏览器上升级就可以了。那么它麻烦在哪儿呢？就是麻烦在要让，因为它是 JavaScript 技术，咱都知道 JavaScript 还有 CSS 还有 HTML 都是由浏览器解释的。既然是由浏览器解释的，那么浏览器的种类就很多，比如说有 Mozilla， 有火狐，有 Opera， 有 IE， 对吧？那么这么多浏览器，不同的浏览器解释同一段代码，难免有一些效果不同。所以用而浏览器解释的语言 HTML、CSS、JavaScript 都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呢，都要让各个浏览器都支持。所以创建这个对象最麻烦的就是各个浏览器的一个兼容性。兼容性，那我们其实很简单，主要是你把浏览器分成两种就可以了。现在浏览器虽然有很多种，分成两种，都哪两种？一种是 IE 系列的浏览器，系列的浏览器；一种是非 IE， 非 IE 浏览器。那 IE 浏览器为什么叫 IE 系列呢？因为它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 IE5、IE5.5、IE6、IE7、IE8、现在也有 IE9， 很多种 IE 的浏览器。那为什么要先分成 IE 浏览器和非 IE 浏览器呢？因为非 IE 浏览器都是按照 W3C 标准，都是按 W3C 标准的一种创建这个对象的过程。而非 IE 呢，它有自己的，不是，比如说非 IE 都是这个案例标准，而 IE 呢，它有自己创建这个对象的一个方式，这就一种微软的一种垄断的行为。他认为自己的浏览器的种类占市场占有率比较多，所以呢，他就不按这个标准。那么这就给咱们程序员写程序带来很多麻烦。如果都按标准的话，咱们也可能说像这样一条语句就创建对象了，就不用这么复杂的去处理了。另外呢，它要是不一样，它在自己的产品中一样也行。它 IE5、IE6、IE7、IE8 不同版本的 IE 浏览器中创建对象的方式还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咱们要让各个 IE 版本的浏览器的创建这个对象方式，像得到那个 AJAX 引擎对象，也让非 IE 的得到这个对象。那非 IE 种类就可多了，比如说火狐啊，或者是 Mozilla。或者是 Netspace 等等吧，好多种非 IE 的浏览器，还有 Opera， 对吧？就是苹果里边的操作系统那个浏览器。那咱现在就看一下如何针对各个浏览器创建这个 AJAX 引擎的这个对象。好，我们在这块建一个 demo.html，看一下，用 vi 打开，我直接在这用，因为它是 JavaScript 技术，所以我直接，咱说了，学习这个必须前提你得知道，知道 JavaScript 代码。那我把所有创建这个对象的过程写到一个方法里边去，这样的话，我们只要一写这个，一调用这方法就可以直接把对象创建出来。比如做一个方法 function， create 创建 AJAX， 我就随便写的一个方法，然后我这里边声明一个 request 等于假，先声明一个变量，然后最终呢，通过 IE 客户创建完之后，我只要返回这个对象，我就可以怎么的？我就可以有这个对象了。下次我只要 var 阿贾克斯随便写一个等于 createAJAX， 那么任何语言里边是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我一调用这个函数，我就直接有阿贾克斯对象了。然后这里边咱们要分 IE 和非 IE 的，比如说，如果 Window 对象中 Window 对象是一个窗口DOM 中窗口对象，微项对象中有这个属性成员存在 XMLHttp 注意大小写 REQUEST 有这个存在，有这个成员存在，那就是谁啊？就是非 IE。只有非 IE 的浏览器，当然了，非 IE 也包括在这种，也包括现在 IE7、IE8 其实也用这个啊。IE7、IE8 正在慢慢的向标准靠拢。IE7 和 IE8、IE9 倒没有测试，也算是有这个对象存在，就是非 IE 嘛。然后你还得针对，如果 Windows 窗体对象里边 DOM 的窗口对象中。有HTIVE XObject，如果有这个属性存在，就是 IE 浏览器。所以咱们就判断有没有这成员，那很容易判断，只要写个 if 语句就可以了。如果Window 对象中，你一定要先判断非 IE， 再判断 IE。XMLHttpRequest 这块弹出一个，你看，我不是 IE， 但有可能是 IE8、IE7， 因为 IE7、IE8 也是存在这个对象了。只有 IE7、IE6、IE5 以下的版本都是用这个，这否则写在下边吧。否则，如果 Windows 对象中有 XObject， 如果有这个属性存在，有这个成员存在，那这块咱们就可以弹出我是 IE 的D。D 版本，像 IE6 以下的，那么都是用这个对象。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我现在调用了执行这个页面，我用不同的浏览器去试一下。当然了，我先用火狐来测试一下。你看，因为它现在没涉及到服务器端，所以我直接打开就可以。火狐，右键用火狐打开，你看弹出来了。这个我再刷新一下，找一下页面编码，刚才是因为有中文嘛，编码 UTL8， 你看我不是 IE， 但是有可能是 IE7、IE8， 因为我现在有火狐嘛。那现在我用 IE 浏览器打开，但是 IE 现在我用的是 IE7 版本，你也测试不出来，所以咱们用 IE test， 你看我程序里边装了一个 IE test， 可以用不同版本的 IE 浏览器来测试。这个呢，咱们在讲 HTML 和 CSS 的时候呢，咱们用过这个 IE test。你看，我先把这个地址粘过来，啊，新建一个，比如说 IE5， 输入这个地址，刷新，你看，我是 IE 的 D 版本，这就 IE 的。假如说我再新建一个 IE6， 你看，我是 IE 的 D 版本，所以 IE5。IE6 都是这样的，那火狐呢？不是 IE， 所以呢就判断了出来了不同的情况。这个呢是非 IE 创建代码，这是 IE 创建代码。那就是因为 IE 创建的麻烦，所以咱先创建一个 IE。这里边我们看一下这段代码，我写的这个一段。IE 呢，咱们说了 IE 系列中不光是它创建这个 HTTP 对象 REQUEST 等于是 new action active X object 用它，但是在不同版本有不同的参数，比如说这里边假如说 IE5 使用的是这个参数，你看一下使用的是这个参数，然后呢假如说 IE5.5 有可能使用的是这个参数，有可能使用的是，看一下啊，有可能使用的是这个参数。是这样的，你看一下。所以呢，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一个创建的方式。那么它一共有很多种系列，我这里边呢就把所有系列这个字符串都找出来了。咱们把它做到一个数组里，你看。ver 做到一个数组里，比如说 versilons 不同版本的，这样真的这来，好。看到我这么多参数了吗？不同版本 IE5、IE6， 假如说是 IE7 等等吧，不同版本 IE4、2用到不同的参数。然后我们有这么多参数怎么办呢？它都是用 new active HTTPRequest， 注意大小写，大小写错了不行。然后存不同的参数，那我就可以去便利负循环 ver i 等于0。i 小于 versilons 点 length 数组里边有多少个我询问多少个，然后 i 加加，然后我这里边写上用这个代码试着去执行 try 试着去创建用谁啊 versilons i 创建哪个对象啊？上面当声明的 request， 你看，我试着去创建这个对象，比如说第一次 catch 加上这个 catch 啊，这是捕获异常的里边加一个 e， 你看，我试着通过假如第一个参数循环，假如循环第一次的时候，试着用第一个创建，如果没成功，它执行失败，那我把这个request request 我附上假值，然后又循环第二次了，用它循环第二次传进来，一创建也没创建成功，没创建成功也抛出异常，也附上假，但是当第三次的时候，好，创建成功了，那创建成功了我就需要退出程序，所以如果创建成功了它就是真，对象不就是真吗？ request 创建成功我就直接 return返回这个对象，直接就是返回这个对象就可以了。所以我这个 IE 的各个版本我这里边都列出来了，不管是哪个版本它有可能用到不同的参数，当遇到这个就会把它创建成功。这就是 IE 创建的复杂的阿杰克斯对象的引擎。当然了你也不用写，只要我写过之后你以后再用的时候你把这段代码一粘就可以了，如果咱们能成功的话。那看一下这个非 IE 浏览器，那它就符合规范了。request 直接等于 new AJAX 引擎不就 XMLHttpRequest 不就这个对象吗？我直接 new 这个对象就可以了。但是呢，有一些浏览器咱们需要覆盖那个 MIME 类型，所以呢，如果它有这个 MIME 类型的，我就需要重新指定一下，比如说 Request 得初始化一下。override 覆盖 MIME TYP MI 类型，然后我需要把它类型，如果有这个属性的话，我需要，当然不一定所有的浏览器都这样，有的浏览器有这个属性，那我们就指定它的 MIME 类型是文本的 XML， 可以小写嘛？看一下，那这一段代码就可以各个浏览器，这是 IE 的，这是非 IE 的 ，IE 的各个系列版本的就都可以创建了。那我们来试一下，这块直接弹出一个阿杰克斯对象，看看可不可以。现在咱们测试一下，我用 IE 用非 IE， 你看创建是这个对象，没问题。我用 IE 的各种版本，只要这个里边我刷新一下，可以了。IE6 的一个版本刷新也有这个对象。我用真正的这个 IE， 咱们现在目前我用的默认这个 IE， 你看打开方式，打开也可以了。所以现在你用所有的浏览器基本上都可以创建 ArcX 对象了。那有了这个对象之后，那咱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干嘛呀？就是利用这个对象去请求服务器，然后服务器的数据拿过来，我在客户端哪块应用，这就是下一步咱们要做的工作，使用阿杰克斯对象。好，那这节课呢咱们先暂时介绍到这里。这节课呢咱们主要介绍了什么是阿杰克斯，以及阿杰克斯的优点缺点，还有在什么地方我们写什么样的程序需要用到阿杰克斯。然后呢咱们这节课还创建了一个阿杰克斯引擎对象，也就是 XMLHttpRequest 对象。好，谢谢大家，这节课呢咱们就到这里。